我常常说 Avia 最厉害的地方就在看不到的细节里面，即使是在这看不到的地方，我们也把细节展现到最极致，因为我们希望每一次都能够突破最好，因为我们的使命其实就是希望买到 Avia 产品的人都会非常的喜欢它。那或许说是改变，不如说我们十年前其实已经在为今天做了非常多的准备。我们用十年的经验整合出一个 Premier 的系列。不管你是使用 8K 的 HDMI、4K 的 HDMI、网路线或是转接头，我们都希望你可以很放心的沉浸在影音的体验里面。只要你想要，你可以让 Premium 搭配你最高阶的影音设备，让你可以得到震慑心魂的完整体验。Premium 和 Premium G Plus 都可以触动每一个人的眼睛、耳朵，让每一个不可能都会变成一个具体的行动。我相信未来大家对于视觉感官上面一定是会越来越贪心，并且一定会用更严格的角度去做审核。影音即是生活， Avia 不仅是影音传输线材的先驱，并且也是将影音导入生活的一个领导者。同时我们也是 HDMI 协会的成员之一，共同制定 HDMI 的标准，因此呢，我们永远都是会走在影音线材的最前端。我相信 Avia 的主要核心其实在于人，我们希望人跟生活跟 Avia 是绑在一起的，不管是影音生活或者是行动生活，终究都围绕在人这件事情上面，模拟各种使用的情境，不断的了解消费者的痛点，因为我们希望 Avia 呈现给人的感觉是更有温度的。我想这是对人、对生活，甚至是对地球一个负责任的一个态度。Avia 的未来也会持续在看不见的细节里面继续努力。还记得第一次看到电视的震撼感，一直到 Premiere 带领现在的我们，不管在感官上面、在视觉上面，更多的享受。我想这就是 Avia Premiere 带给世界的领导力。